片良郁的仙后水母群就像花朵般在湖面上绽放，因为跟藻类共生，让仙后水母呈现丰富多变的色彩。这里是高雄林园海洋湿地公园，可以看到全台独一无二的水母湖。你知道水母是什么做成的吗？它摸起来软软，对对。希望让到访民众不只是看美景，屏东美和科技大学还培训了生态解说员，要让你更加了解湿地生态。我每天都利用放学的时间回家练习，就是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给大家。我们想要把这个海洋文化扎根，那也帮助这个地方一个让大家觉得重工业环境污染之下的一个小村庄，可以有地方创生的一个机会。免费预约导览，让你更加认识林园，不只有重工业，还有多样丰富的生态环境，以台湾水母湖打造焕然一新的观光招牌。